这两年我们老听到一个词，叫做"混"，它的全名呢是这个国企混合所有制，看起来它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第一批出现的名单里面，甚至有联通。我们一看，这种巨无霸的企业，那么貌似呢，就跟大家是没有关系的。其实你要看看它的宣传，事实呢并不是这样。首先一个，中共要求央企70%要进行混改。跟着呢，他们提出来要全面加速或者说提速这个混改。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国企啊，就在中国的这种，它一直被宣称为叫全民所有制，你听起来很好，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部分股权一样，因为他是这样提倡的嘛，对吧？哎，你好，你好。那么完了以后呢？最近几年，国企在大踏步的前进，全国范围内做大做强国企的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我们一直在说，国企的这些领导。他其实是利用一个全民所有制的这种企业的名目，那么他跟国家要求更多的裁员，要求更多的垄断，那么以壮大这种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呢，真的这么赚钱吗？如果他真的赚钱，真的能够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能够自己维持下去，他还要跟你搞什么混改呢？是不是？改来改去，他有几个宗旨是不会变的。首先一个，国资委始终是要控股，他最终的目的是要绑架民企，就是私营企业。国企我们看到的这些官僚。它其实跟清朝的这个官商性质是一样的。清朝呢提出来叫官督商办，中共玩的不是，中共玩的是完全是由这些商这些官员来经商，那么不停的在垄断的行业中。他们占据了优势以后，甚至独霸了市场以后，他们还把它搞赔钱。最出名的就是劫道的，是吧？收费站，来个车就得给他交钱。你说这种企业都能给他搞亏损，你说这东西就没办法，就没办法解释了这个问题啊！谢谢谢谢，你好你好。那完了以后呢？哦，真不好意思，因为我这儿选的时间确实是相对内地来说可能要晚一点。其实真的无所谓，没必要，我又不是什么热门的话题。其实你明天后天是吧，有空再看都无所谓，真的没必要赶这个东西，犯不上啊。谢谢谢谢。就我就实话实说啊，就是作为我们来说，就从小我们学唱的歌，就是我们是共产。是吧？你临了了，我都50多了，是吧？也没看到我们接班的机会。你说你全民所有制，你说你做大做强，你做到多大，你也没给我们分润，是不是？你说你发个红包给全国人民，是吧？到估计短期内也不可能实现。那么他这次为什么改呢？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
它是要绑架全国的民间企业，尤其是在各个行业内做大做强的。它需要你的人才，它需要你的管理，它需要你上来为它去效力，为它打工。说白了一句话，最终它是为了兼并你。这跟50年代搞的这个公私合营性质是一样的。现在你看它好像放开了股权，柔和了一些民间资本进入到国企中间，逐渐的他就会伸开自己的小手，一个一个把现在做得很不错的企业兼并到他的怀里。至于今后能走到哪一步真的不知道，但是从这个面上来说，你看央企他要求70%要参加混改，那么他提出来在7大重要行业，你像这个电信、民航、铁路，是吧？能源、天然气、电力，包括我看这个中粮、粮食，他也在这个混改的名单中间，就现在公布了好像是3批还是几批的啊。就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名单越来越大，那么这些行业他是不是肯定是他先给你一点甜头，让你觉得好像民间企业也能参与到国企曾经垄断的这些行业中来了。但是我觉得他最终的目的肯定不在这儿，因为他逐渐逐渐就将往下走。第一批开放的这个混企名单中，央企只有3个，地方的国企就已经有了，它下面的触角会越来越深。相当一级的这个私营企业都会被它所涉足到，而且随着它的面越来越广，它将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担心的这种国企越来越大，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多。简而言之，就是全国民众更多的是从央企，就是从国企拿钱，你的工资由他发，而不再是由原先的民间企业为你发工资。我们都知道这个，你端谁的碗，你可以说你会提一些意见，你会提一些合理化建议，是吧？你要表达一些你不同的声音，你自己的意见。可惜这种路呢，逐渐逐渐它就会给你断掉。不管是大清还是现在的中共，你放眼全世界，国企它就没有搞得好的。真正的国企呢，有一些国家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的国防，甚至电信，有一些国家确实是用国营的方式。那么这个趋势呢，最近一直在被颠覆。你比如说法国的国企，日本他也搞了这个游船私营，是吧？他把邮政也要私营了。那么大多数国家呢，国有控股，至少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企业，我们知道企业它的目的是为了为股东争取的利益，对不对？你做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挣钱。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这些企业，就是这些国企啊，甚至大一些的民间企业，他现在要求你是政治挂帅，他要求你加强党委，你这个东西就麻烦了，是不是？
你说你在企业中搞一个政党，是吧？这个例子我去年说过一次，小范围的说过一次，是一个笑话。有一家这个国资委下属的单位，因为这个老挝和中国贷款贷了20多个亿，就前两年啊，到期了他没钱还。没钱还以后呢，人家就画了一道。完了以后，这个从中央一级批啊，最后批到这个河北省国资委，就河北省还有他们下属的一个黄金企业就过来了，过来搞矿，人家只给他一个这个勘探证，连开采证都没有，就是这个矿山是你的了，但是目的不能开采，是吧？你的。这个企业过来以后呢，投了不少钱，啊，就每他因为在山上嘛，他这个每年修路合的人民币6000万。那么老挝是有雨季的，是吧？到了雨季，这个路呢就冲毁了，那第二年再修，是吧？别的钱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敢瞎说。但是他修路呢，每年差不多是6000万，至少他是跟公司报账是按6000万报，是吧？好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他们闹出来一个笑话，就来了以后，去年他们有几个二货，在微信群里发了一个信息，发了个什么信息呢？他们对着一面党旗在宣誓，在老挝成立了中共的一个党支部，啊，让大家来这个为他们祝贺，啊，正好呢，这个企业有一哥们儿，是吧，跟我挺不错的，他转到我这个微信里面来了。那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好笑，我就问他，我说我不太熟悉老挝的法律，我说我建议你们咨询一下律师，或者你们的上级党委，你在别国的土地上组建中共的党小组、党支部，合法吗？半个小时以后，我看到这副帖子给他们删了，就是。无论国企他走到哪儿，他其实都把他们的习惯带出来。你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的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是吧？我以前也说过这个情况。内蒙前几年，因为一个煤炭企业，他为了抄近道。你也知道，这个煤矿它在运输开采完了以后，它运输的过程中路走得越近，是吧？对它的这个运煤车损耗越小，因为运煤车它都是超载嘛，那一个车都是好几十吨，是吧？那么它压坏了这个牧民的草地，就牧民他分的草地，你压坏了，压出一个便道来，完了以后牧民就上去跟他论理，那运煤车直接就把人压死了，他们觉得好像。我是国企，我怕你个屌，是不是？好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蒙古族都在往内蒙古集中，导致有一些车站、火车站武警去戒严，又参与，他没办法呀，因为持外国护照的蒙古族也来了，你抓不得、打不得，怎么办？手拉手拦的，啊，去让他们说明他们要去什么地方。搞得鸡飞狗跳的，地方呢肯定是把这些问题最后是掩盖下来了，它没有导致一个大的国际性事件，估计赔了不少钱。甚至前几年在内蒙的个别区县出现过这个，因为这个煤矿的补贴，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挖煤啊，国企就喜欢搞这个东西，它这个挖煤，它国家给它的这个。采矿证它是有标记的，就你有边界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东经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是你的，是吧？你这个矿区就这么大，但是不是他追的这个矿脉，他就一路挖下来了，挖下来把人家有个村挖塌了，连养牛的这个牛圈地下的造成的地陷啊，牛都掉进去了。你想想瞧，牛都能灌死，你说你人要是摔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是不是？整个一个村
60%的墙壁开裂，就是因为他这个违规的挖煤造成的。完了以后就赔钱呗，那煤矿反正他国企无所谓，我赔你点钱嘛。就一个村整体搬迁也不过就1.几个亿吧，1.1几个亿好像是，我记得这么个事儿。完了以后呢，这笔钱分到这个村，就一级一级拨下来，到了这个村就没多少了，就没有1亿多了啊，他可能只有几千万了，好像是2000多万。那么2000多万你也是钱，你得分啊，是吧？你这一个村的人等着你分钱呢，没有，在账上，在村集体的账上挂了大概有10个月。村里面的几个领导，就是村长、支部书记、监委会主任和会计，就这么几个活宝，吃了70多万。就他有可能是把那个原来欠饭店的钱都给他还了，所以吃了70多万。完了是天天呢就闹着要分钱，最后呢区里面帮他们协调，就到区里面，他专门有这个负责协调的一个部门，就给他们开会，协调了可能有3-4个月。你要知道矿区的人他不是那么憨实的，或者说他有轴的，完了之后带个炸药他就跑到会议室去了，是吧？你帮他调解的这个区里面的所谓的领导，可能也就是副科级啊，甚至股级的这种小官员，知道吧？帮他调解的，那么加上这个村里面的领导、村民一大屋的人，最后火药一炸，当场炸死7个，整个区政府的办公楼所有的窗户都碎了。那么区政府的网站上是这样公布的，他说我们这个区哪一天哪一天我们执行了一个反恐演习。我长这么大我就没听说过啊，哪个区搞这个反恐演习，说把区政府大楼炸了，是吧？炸得血肉横飞的啊，武警来戒严了，我真没听说过。最后导致什么呢？导致整个这个市，就在他这个地级市的范围之内，炸药3个月之内都不许卖了，所有的矿山开始排查。就国企净搞这些事儿，它不是一件两件啊，我们经常能看到国企搞这些东西。那国企呢，它都是有官员的，对不对？你说大型的央企，它的领导干部、董事长、总经理，它都是部级、副部级的干部，是不是？随时他就有可能切换了，他去省里面做副省长去了，是不是？你不能跟他玩这个。你说指望这些国企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搞好，完全是做梦。所以他混改呢，他有两个路数。第一，他希望从民企中能够获得一些人才来帮他干活。第二个呢，就很可怕了，就是最终他要面向全国正在盈利的大中型企业，他极有可能会把他们全体兼并掉。以前只是一个猜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例子呢越来越多，因为中央在调整它的财政政策。面对目前的这个中共与外部世界的对峙，越来越没办法收场，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这未来会是他们眼光所及的一个利润增长点，抢来一个企业，裹挟一批管理者，真的能救活国企吗？可能性并不大。所以我相信最终中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救活某一个企业，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在他手下为他直接服务。那么他发你工资，他牢牢的把民企所雇佣的人员
也纳入他的监控范围。他用经济手段来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我相信最终这才是他们的目的。哎，好好好，哪去换美元啊？真不知道。不过我跟你说，换什么现在都不安全了，而且很难。为什么讲很难呢？因为地下钱庄普通人接触不到，这是第一。第二，内地他几乎没有使用过美元的这种经验，你根本无法辨别真伪。你又不能说你抓一朵美元是吧，我抓一朵人民币，我们俩到银行去互相验一下，这不现实，对吧？黄牛估计也不会干这事儿。所以呢，如果没有特别硬的关系，最好还是不要换美元，是吧？这东西挺危险的。哎，现在能买什么都不容易。前两天有个朋友问我说，那个囤积一点粮食，我告诉你，少批量的囤积是绝对有用的，是吧？你自己能用得上。但是你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囤的多了你就麻烦了，他有人会举报的呀，对不对？他没粮食他会举报你有粮食，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大批量的囤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啊，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中共对周边的一些政策正在收紧，很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周边国家啊，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你比如说10年前中共与东盟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所谓的10+1或者14+1，那么这个按照这个协议呢，应该是到2015年左右全面取消关税，尤其是农业，涉及到农业绝对是不会再收税了，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开始有变化了，7月1号中国最新发布了一个涉及农业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东盟东南亚进口粮食税收增加了，而且是翻了倍的收，从5%增加到50%。周边国家呢，针对中国也在修改调整一些协议，有一些公开了，我们大家能看得到，有一些它可能在酝酿，正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出。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美元的问题，它现在政府能够干扰外汇市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他现在就算有一个短促突击也没什么用，他解决不了根子上的问题。我以前一直说过一个问题，就是钱这个东西啊，其实你不要仅仅把它理解为美元、英镑、硬通货，不是。钱这个东西是指什么呢？它不是指的这些纸，它指的是你不断的能够连续不断的挣钱的这个方式，这个东西才叫钱，或者说这个东西才叫财富。那么中国现在对美国出口前10名企业都不是中国的，它无论是台湾的或者是美国的，它都是在中国设立的厂或者公司，就你产生的这个顺差里面，它不是由国企或者中国的民间企业创造的，它是由外企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它往美国出口的。所以呢，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顺差的问题，而在于创汇，知道吧？就这些外企它全部撤离中国了以后，中国就不存在顺差的问题了，它连创汇都很困难了，你还谈什么顺差利差呢？对不对？所以这次的问题呢，在汇而不在差，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不要为他再那个谁了，哎，你好，不要为他再去那个头疼了。今后中共采取的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维护这个政权，就让这个政权能够苟延残喘下去。
他甚至呢想做出一些私下的勾兑来保证政体的平安。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很麻烦，就美国人现在不愿意跟你玩这个私下的东西，他现在就跟你明着来，对不对？兵对兵，将对将，随你玩什么，是吧？你有什么招你使出来，反正我现在就不同意了，对不对？我就跟你玩了，你说怎么办吧。其实这是一个摊牌，很麻烦，是吧？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稳定的问题，所有的革命都是在经济破产了以后，就我们说的这个改良，改良不成功，革命它就自然到来，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是这样的。哇，26分钟啊，差不多了，好吧，今天就这样，好，再见，明天我们聊聊其他话题。反正最近谈的话题其实都是很悲伤的，我也不太愿意谈，但是没办法，开了这个头，下面还有不少呢，一连串的事儿，是吧？其中我告诉你最麻烦的问题在哪儿，它有两个问题，其实是很头痛的，三个问题吧，算是。第一个呢就是民族问题，其实这个民族冲突的问题在一带一路计划破产以后他就藏不住了，就这个问题他迟早是要爆发的，因为一带一路尤其是通往欧洲的道路上全是绿色的，所以你没办法，红绿之间它是有一些妥协的。一带一路呢我们知道基本上是完蛋了，它是最后的一次突围，中共的一次突围。那么这次的突围战呢好像不太成功，所以中共的政策将迅速的向不再忍让保护他们自身的权益来转移，所以民族冲突的问题极有可能会很快就摆在我们面前。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层民众之间的问题，我们刚看到一个新闻啊，又出现了一个越野车撞了十几个人，下车还拉刀捅死两个，你这东西真没办法，你没办法搞这种新闻，我们现在越看越多，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对人生感觉到绝望的这些人，临死以前抓个垫背的，他不敢去对抗所谓的强权，怎么办呢？有车的他就开车撞人，没车的抓把刀他就跑到幼儿园砍几个孩子，这种恶性的事件今后可能将越来越多。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是去年实行的军改，军改的过程中实行了战区制，战区制其实为地方割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几年中央各级领导腐败的丑闻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越来越广，中央集权政府打老虎惩治腐败或者说遏制腐败蔓延的这种光鲜外衣被剥开了以后，中央的大义名分已经被削弱了。今后如果中共继续提出一些让地方政府无所适从的政令，极有可能地方政权的大员出现东南互保的现象，上有乱命。下面呢，人家靠这个混的，人家整个家族都在某一个省，他什么事儿都会听你的吗？信仰破灭了以后，其实这个国家它就已经不稳定了。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坚信一点，大多数中共的官员他们都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信仰什么的都有，唯独他们就不信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共一直在要求稳定，
你记住，他缺什么吆喝什么。你比如说去年我们看到教主搞了一个良知媒体，对不对？你听说过良家妇女在门口打个灯箱，上面写俩字良家，见过吗？他叫嚣稳定，要求全国稳定的时候，要求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就说明已经乱了。好了，再见，祝大家晚安。